到我吵啊，对不啦？要吵到我里去吵，哪里说啥不吵？家兄弟过来，哪能吵法呢？我不要跟侬吵，好女不跟男斗，好男不跟女斗，看啥个生意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多讲了，清清爽爽两个字，分手。哎，分手嘛，我不明白白的，侬总要讲出个道理来了。哦，侬自家心里想也不清爽。不要忙我生活，增加点透明度嘛。好，讲就讲，侬现在外头有花头。不要表扬我，现在表扬我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我这个是表扬侬啊，我有空啊。你看外头碰到我在等侬讲，哎呀，先生啊，哪能介有花头了？花头不要太浓哦，这个不是表扬是啥么子啊？哎，我讲的不是这个花头。侬讲啥花头了？我讲侬外头有下头了。哎，男人外头不开下头还有啥苗头啊？啊，侬当我不晓得啊？侬当我是木头人啊？侬不得了了，那天回到屋里向，身浪向就是一股女人的相思味道啊！外加还有女人的头发嘞，红啊、黄啊、黑啊，还有白的。侬来跟我道歉不？我跟侬道歉不？侬自个不想想，侬讲我有花头啊？侬现在不得了嘞！哪能啦？外头有方向嘞！哎，搿做人哪能好没方向呢？做人就是要有方向，尤其是我，方向越多越好。侬讲啊、哎、大家在听见啊，方向越多越好。侬讲的是这个闲话啊，侬真是不要弄只窝里皮啊侬啊。你讲，哎呦，我真的闷死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再不讲出来，我要约束了啦。我讲给大家听，这只女人啊，在外头哦，讲不出口，讲不出口呀。哎，侬讲呀，有啥讲不出口啦？侬逼我讲啊。哎，侬讲。在外头搞三番活动啊。哎，侬不要瞎讲，讲闲话要有证据。我没证据啊，证据确凿。每天有这三个男青年陪老侬，还是三陪。哦哟，啥个叫三陪没搞清爽嘞？这个是人家陪我，不是我陪人家。不会了，反正讲了家陪了，家多男人围了我，阿拉不高兴。嘿，这个不得讲的嘛，好看难看不得讲的，最主要要看一个人的本质。哎，讲本质，本质哪能？阿拉个本质还不好啊？哦，侬本质好啊！侬本质好嘛，做啥一年到夜混个女人队里啊？那么侬为啥要一年到夜混个男人队里啊？这个是我工作决定的，我是卡车的驾驶员，坐了我旁边三个男青年是当下工啊，这个侬不能够理解啊？那么侬理解我不啦？我还是工作性质做决定啊，我非要混个女人队里，因为我是靠女人吃饭的啊，我是美容厅里向的理发师啊，做女士头发的。那么中国一个女人的相思味道，大量跟女人的头发回来，奶奶，侬熬不得了，侬吃啥个吃嘛？哎，这个是侬客观因素哎，侬主观上好动动脑筋哎。动啥脑筋啊？调动工作啊。调到啥地方去是吧？调到没女人的地方去。哎，荒岛荒岛，荒芜地带，东方阳台啊！你谈都不要谈。调到没女人的地方，我随便做啥个工作，总归要接触女同志的，哪怕我就是做和尚，我也要接待女香客呢。刚才。不对啊。有一个地方没女同志，啥地方？男浴室。哎，摆着弄个猪，哎，我到男浴室帮人家吃饭啊！哎，那么侬啥地方调到女浴室去了？好嘞好嘞，搿种调工作了，侪是假的，最主要阿拉两家头夫妻做到头嘞。哪个做到头了？喏，等下侬打签字，辣辣离婚协议纸高头签字。签字，我签字习惯个，人家经常喊我签个，后头一帮帮跟老师在交关关心着，签签签。好，侬介生气啊！好，搿么迭能，侬买拨我利空嘛，统统还拨侬。侬还拨我，我马上，啥的，马上上手套啊！侬买拨我电动驱虚装，我也还拨侬啊！我愿意做啥，我又没无知。对了。好，侬买拨我皮夹，脱下来还拨侬。侬买拨我皮夹，我也脱下来还拨侬。侬介大个皮夹拨我做啥？当裤也穿啊？侬介小个皮夹拨我做啥？拨我穿小啊？哼，侬可以扛辣海，拨㑚未来个妻子穿伐？哼，我可以扛辣海，拨㑚未来个先生穿嘛？哼，告诉侬，我再也不会寻像侬搿能介的雄性公民了。哼，我也告诉侬，我再也不会得寻像侬迭能介的雌性伴侣了。侬放心，我会睁好眼睛看牢侬的。侬也放心，我会得寸步不离的盯牢侬的。哎，既然要分手了，为啥道理还要迭能介呀？哦，这个侬勿懂了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母是亲，当是爱，我舍不得离开。那我也有点舍不得离开侬。哎，其实阿拉两人感情蛮好的呀。就是讲嘛。那想当初阿拉吃饭的辰光，侬一直往我饭碗里向挤红烧肉。想当初我辣辣厂里上班的辰光，侬一直开指甲刀，
来接送我上午班。想当初我住院的辰光，侬天天来陪我，病房里人侪讲啊，好啊，狐狸精啊。啊，狐狸精。哎、那人家讲侬这个狐狸了老精神啊，狐狸精。哦，想当初我来了医院里发毛病的辰光，侬天天来陪我啊，人家侪讲侬是吸血鬼。哎，啊，吸血鬼啊。哎，哪能吸血鬼啊？侬笑，侪把我吸过来呢。这个是嬉笑，不是嬉笑。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想当初侬还懂法子了，侬讲海枯石烂，心不平，一直爱到侬死脱为止。想当初侬还懂法子事啊？侬讲十年的大风，刮不灭我跟侬两家头爱情何意的？那么这能讲起来，侬还是爱我了。那么这能讲起来，侬还爱我了？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哦哦。差点拍电影啊这。我跟侬讲啦。其实忠诚是爱情的基石，猜疑是爱情的大敌。阿拉两家头既然坚持噶牢固，哎，爱情的大敌也把阿拉赶走了。搿没吵打呢？你咋好吵了呀？搿么好回去了呀？回去了，我接着吵打侬回去。好，说话啊。妹妹你坐好特哦哦，哥哥前头等，恩恩爱爱永远不分手。小妹妹我坐好头。哥哥你在前头等、带着我的情带着我的爱让你听得够、大家看见啊，伊辣辣勾引我